Hello，Hello，hello, 下午好。Hello。Hello，漫画店开，但我现在历经那什么风尘仆仆，外面雨下太大。谢谢灿烂咖喱送的缘分相遇，Hello，Hello，保重，好的，雨下太大了。帕恰狗咖喱，好好哦，我也想出。嗯，Hello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大家下午好呀。哇，我这头发真的是，这刘海也是不行啊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谢谢冰澈雪送的浪漫星空，明天就到了耶！明天就到了，来跟大家介绍，刚刚因为刚刚有工作，然后晚了点，但是跟蔡恩面交了线条小狗。跟蔡安面交的线条小狗，超可爱。晚安安，玩太晚，今天早上非常。向日葵小狗，超可爱的向日葵小狗。然后，啊没有，这是我的虾皮取货，这个是那个 Amuse 跟 Hello Kitty 联名 的唇膏。的唇釉，不可能！我刚刚去，顺便去了虾皮取货，因为这几天一直都忘记，就来公司一直忘记，然后今天终于记得，他有送这个，一直忘记，然后他长这样子，超可爱的。Cherry Kitty，啊，Cherry Kitty，狐狸，
啊，他叫 Cherry Kiki， 他叫 Cherry Kiki， 很可爱，超可爱的，虽然这个感觉色号是 Cherry Kiki， 这边有垃圾桶，这边没有垃圾桶，嗯，然后他有送这个。很可爱，很可爱。你们看，这样，好、哦、超可爱的。对，这是我刚刚去取货，取了这个出来。然后我看一下还有什么，看一下啊，那张还有。是去了库洛魔法使的快闪店，这是刚刚的工作。是吗？一开启一下，太快了吧！好可爱。你明天要去？这是蔡雅的面胶，滴滴滴小狗卡，他说很适合我。还有滴滴滴小猫猫。默默的杯垫，然后这个内有二拳，他说适合放在我的桌上，内有二拳，很可爱。就这样没了，就这样。滴滴滴小狗，好可爱。今天早上都是媒体，所以啊，对，没错，今天早上都是媒体。这个真的很可爱，拿它看。哎，怎么这样？拜拜。只能暴力拆解，这样。你们看，谢维基芬大师送的羽球金牌，超可爱的。太阳花，它叫什么？太阳花吊饰，就像日葵，超可爱。我看到像日葵，因为台湾快闪的时候，然后。好像第一天就没有了，对，所以我就不死心，我就登了蔡雅恩的单，对，跟蔡雅恩一起买，嗯，超可爱的，好挂着。啊，我还要买这个。买这个耳机壳，也是库洛魔法师的耳机壳，超可爱，给你们看，这样吊饰超可爱的花朵娃娃说啊，他要买大的娃娃是吗？我不确定他买了什么。对，但是是这个是有张少彤，张少彤 ，Hello， 我怎么在里面？我在直播，我听到你的声音，怎么在直播 ？Hello， 嗨，嗨，我刚刚就想说，怎么有个声音？什么意思？想说感觉是你的声音。对啊，我很大声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刚才隔壁。到底要哪一件？你可是张少彤哎、欸！我可是张少彤啊！拜托。笑我也害羞。你为什么拿着狗？你看，可爱。我今天跟蔡雅恩面交，我们一起订了狗。好，你的狗越来越多。你看，
滴滴滴小狗卡，你会用它吗？会啊，我要把它拿来装我的卡，还有内有恶犬，很可爱啊！我会在我的桌上加这个内有恶犬。我感觉你真的好多狗。对啊，超多。你每次都说我的新狗。我每天都一只新狗。对，然后在那边好开心啊！怎么又有新的？我每天都有新狗，这是我今天的新狗。有奇怪，那你今天来练习，嗯，加油，拜拜。我今天来直播，哈，你来直播，因为工作完在附近，我想说啊，来不及了，算了，先来公司直播好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新狗，新狗，新狗。这个好好看，没错，可爱吧？嗯，我的狗狗，好，这是我的新狗，好，然后这是耳机壳，刚刚介绍的耳机壳，还有新的杯套，它很酷，它是可以魔鬼毡打开的那种杯套，超可爱的，我还没有拆开来用，我怕它脏掉，所以先没有拆，所以先这样。嗨贴，这个光有点晃，但是对，拍贴这样子，滴滴滴小狗卡，那好可爱，我把它拿去装公司卡，滴滴滴小狗卡，然后就会有小狗卡，可爱哦。啊、哦，我还买了这个迷你可丽露，它长这样，怎么会长？中华妈妈送告白气球，跟大家说，我要来维京传奇了。道理，那个罗洛的挑战这里，我现在在罗洛的挑战，这里点进去，然后我开个音乐，嗯，人家还没办法加入吗？没关系，等你啊。这个我不知道什么，因为今天林星跟林星进去嘛，然后灿然也进去了，所以我就说这是什么啊？然后他们说你进去啊，看看副本吧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谢谢精灵送的告白气球。大家可以啊，对，是不是说就是打一个怪，你可以是不是要退盟比较好？其实也可以不用退盟啊，反正因为他也不管，我目前盟也还没有
还没有满，所以也还好。面对没差，对，但就是可以偶尔上去一下，因为他有算那个30%存活率，就是不能都不玩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可能还是要按一下之类，就随便点就好。小 NG 送的缘分相遇，这是什么？开始试炼。打他打他，再打他，继续打他，打他打他，打打打，打他。你看在，你刚刚是说什么？罗洛的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也能算？哎，对耶。重复 IP 的话，那就没有了，那就没有，应该不算，因为他在删除，那就不算。谢欧比网上的千纸鹤，还有吗？看到一只，还有，怎么那么多？这个大舌头怪，他好笑。我昨天不是被打吗？然后我昨天大概5:54睡觉，就是我睡觉前我有看到，就是5:54。然后我是怎样？我是6点的时候被打，是不是？他很会抓时间呢、欸，他怎么那么会抓时间呢、啊？趁我睡觉的时候打我，5点真的很难，我都已经快到6点了，结果他竟然这样。趁人之危，对呀、啊，好坏，他怎么这样嘞？没有东西可以让我直接打开，酷哦！说打一只怪可以，你可以叫3支军队过去，那很方便。就是比如说他们说就打一只怪，你可以叫你其他支军，就先把3支军队叫在附近等，然后再一起上，很聪明耶，这个打法我今天才知道，这样就打很快。真的是今天才知道这个打法，闹狼，对啊，叫闹狼，真的是，就是本来真的不知道有这种打法。不过也要有能带兵的影响。
游了三支军队可以带，所以我就过了，我卡了的关，只能带一位副将。你去升那个英雄的关就可以。跟各位介绍，这首歌是金道英的新歌，金道英的新歌。然后他今天来台湾，明天开演唱会。NCT 的。然后我要回去这里。啊，他重整。我昨天破了围巾三项了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我的，大家有加入我的部组的话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我有一个小号。大家有猜到，如果有在我的部组里的话，但其实大家过来我部组看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我的小号。我玩了一个小号，真的是爽开。对呀、啊，我有一个小号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。我个人好好想要让你们找，不知道你们找不找到。不好录，今天没有录。应该是不说话的，对，我没有说话。谢谢队尾送的贺拳击金牌，谢谢水豚的分享。你们就看名字觉得哪一个比较像，你们可以看名字觉得哪一个比较像。空空如也，依云现在战力多少？你说大的账号吗？大的账号目前战力四十几万。爷爷本爷对，太简单，我还要改头贴，我还改了个头贴。我现在是因为我现在在那个奇怪的密道里面，所以我现在看不到，这样要跳出去，但是跳出去应该46万左右。我是爷爷本爷，我还有一个黑黑的那个范围，我特别炫。
手贴的那种，很可爱。我昨天半夜把它玩，我昨天半夜我就想说，跟你说我就是在玩那个，玩到五快六点，然后今天又要早起，我原本想说啊，今天要早起，那我早一点睡好了。结果一不注意就哈，怎么快六点了这样，吓死了的。没常遇到啊，我就睡着了。可以站起来反思，没有哎，真的没有办法叫我起床，真的会找时间。我就已经六点睡了，然后九点就起床了，他还可以趁我这个短暂的三小时内打我，怎么这样嘞？手机打到头上，我想被球。哎，你们有人玩这个吗？罗洛，自知不。什么事情没发生？好吧。哇哇哇！是被其他的部落打，对，被其他部落的人打了，很坏。看来养老也不能太安全。我以为我在那里没有人要来打我，结果这样有人来打我，我想说什么意思？怎么可以这样嘞？冰丢去不足资源场，对对对对，我资源没什么用，就是那个冰。对，我后来说怎么办，然后后来就想说啊，把它丢去采矿，把它丢去资源场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确实。地下层挺有趣的，地下层，对，我现在在地下层里，进了，我刚刚，但我没什么资源，因为我资源都就是我不会把它打开的，所以。也没什么资源好抢。哎，不能走来这儿，是不是？两边都有。Hello Hello， 玩个游戏也是很辛苦。他也只把你打到冒，所以是会着火吗？如果严重的话是会着火的，是吗？那着火的话很可怕，感觉就很严重，好可怕。那你知道我战力少九万，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战力少九万。吓死我了，就是被打了之后，直接暴露，
但我用回去，把它养好就好了。因为伤兵，伤兵拿去，伤兵，虽然我根本听不到他们在讲什么，但还是很危险。所以伤兵我拿去疗，那个时候医疗所说用完九个小时，对，要去养伤，但养完伤就好了。直接少掉一个我。欸，这什么赌钱哦？这什么好酷哦？它可以下注。然后来5到12，应该可以玩到4。啊，输了。不玩了，他怎么可以赌博啊？在地下城里面可以赌博，去看了啥？好像有那个欸，就是新下载。阿爷，哪里还有路没走的呢？这里吗？我每次都走到不知道走去哪。我们今天在打地下城，就是不知道在干嘛，但只是感觉很像世外桃源，就是玩一下这样。而且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出去，要怎么出去啊？啊，这里，先出去一下，我把外面整顿一下。我才不是路痴欸，我可是、哦、我真的不是路痴啊，大家。跟大家说，我的城墙还没有修好，我应该已经修了一整天了，但它还没有修好。好像不能用加速，是不是？可以用加速吗？不能用加速。维修不能用加速。哎呀！啊，那个防御塔会有用吗？这个他探险好了没？不知道，希望不要再来了，很烦呢。我现在还在章节24。
把一个军队叫过来，再把另一个军队叫过来，再把一个军队叫过来。反正三个军队现在这，然后我要先把，因为我现在要打这两个，我现在打这两个，先截个图。对，我还在24，好慢呐、啊！我先这样子 ，Oh my god！ 先这个，先攻击，这个攻击过去，先这里，先这里，你们过来，你们先过来。啊，还是不行，烦你，烦你，后面还有地图，哦，地下城，没有，我二打三还是输了，我的三。二打三输了。嗯，我想要把他打赢耶，我要怎么打赢？我三打一二啊，我三打二。他打我。OK OK， 好，来加个加你，然后技能，加个技能。发现洞，我要发现洞啊！但还不知道，我来看看现洞怎么发嘞。三雪，哎，三雪，我昨天发的，但是要等等，三雪昨天发了。哦，等我一下，我先看一下。三打那条，那个应援是公司想的吗？不是吧？这种感觉不会是公司姐姐想的，应该是，对，我不知道。反正，但我也是出来之后才知道的应援，对。怎么了吗？
面是好，但是因为公司发了，所以要照公司的印的会比较好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有些部分有点搭不上，有些部分有点搭不上，干嘛？哪里呀、啊？但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就是一点点搭不上，不知道哎。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叫做想要喊成员名字跟还有吗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问题？我不知道还有什么。现在可以看到我学生熊抱，可爱。打最后一次吗？最后一次。但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因为发了，所以感觉也就按照这个。啊，又下一颗咒吗？我也蛮想的，说实话，我也蛮想的。对，但是尊重，我就尊重那个，反正也不是我的业务范畴。对，就还是很，虽然很想喊，我懂，我一直很想喊。上次在小青的直播，我一直觉得我会喊错。对，新应援很韩式啊，但是又有点，又还好，蛮就混合吧，都一点点这样。要适应，对吧？要适应一下。反正没有，但很想两个都喊 Shiny 讲，很想两个都喊，但只喊后面一个有点很难耶，我觉得很难耶，好，只喊后面一个很难 Shiny 好难哦。我很想要喊，就喊完 Shiny 就喊两次，很想喊两次，但还好啦，但这个习惯就好了。最后一次不要喊啊，对耶，对，我觉得最后一次很难，最后一次那边很难。我可以去打这个了吗？好像可以哦。那我想想我要怎么打，这个地方要怎么打嘞？这个这样
这样离远一点会。谢谢朱莉亚送的精灵的翅膀，可以边直播边玩。空白，对呀，空白很。哎，竟然是这个周末礼拜六，哇，礼拜六就要演唱会，哇，好不可思议！你们今天什么时候开打的啊？你们怎么这样嘞？是不是又不行了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哦。死掉吧！阿巴撤，回去回去，你回家。打不过。现在刚送的红玫瑰，好甜，对啊，真的没有花钱，有啊，就是打围巾三小的时候花了钱啊。我现在卡在哪？我现在卡在那个禁锢之门的守卫，有两坨，有两坨人，那两坨很烦。不喜欢那两坨，啊，不是这个，这个，继续呢，很烦，那两坨很烦，我一直打不过。地下城之前三阶的敌人，对啊，三阶的地下城不是地下城啦，是那个啦，罗洛的挑战副本吧。采用新技术，这样吗？那这个嘞，医疗所好多医疗所。那放这里，你过来放这里 ，OK。然后你过去，也放这里，什么意思？没有木材。好哟，就还是要打这里啊。对了，我们部族的那个先打部族协作，就是换成部族协作这个，因为我们现在部族可以容纳57个人，我觉得够了，所以先用部族协作。好，再去打。我不要自己了。
下一次，不死心耶，我一直在打行军。两三支军队 ，Go！ 好，但他们先打了，然后有一支过去了，他们就会其他支就会跟上，就很麻烦。还有，我觉得最近的直播都一直在玩游戏，真的好无聊。我知道平常直播内容也没有在干嘛，但一直在玩游戏，你觉得好无聊？好的，我要来哦，开战。攻击，你先去。然后换你去。然后再换你去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拜托，先把一个打死。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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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赞呢、哦！好，我把一边用好了。不玩那个看板就真的一点机会，真的是工作的时候也会忍不住摸一下。最近很多直播都是游戏，那个看板2亿耶，2亿。这好像说他们2000万了，但他们还要再更零耶，这真的很难耶，哇。这都价比较多，不然平常真的，那这是谁？哎，你刚不在是不是？你刚没听到？我的狗啊，我的狗。太阳花挂饰，我的狗，快爬不起来，没事啊，我今天玩到早上六点，然后今天九点半起床，哇，9点半起床真的是，今天跟蔡尔面交，我的狗狗。原来要开一个账才能加入网络，没错，就是要从我们的连结下载游戏。跟你说，我就是今天就想说吧，早上要起床，那我要早点睡，然后就不知不觉就六点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不知不觉六点。1点半睡到5点半，你说凌晨吗？还是下午？这我放在我的精选里面，都放在精选动态里面，连结的部分。我觉得大家最近都因为游戏，然后作息很乱。大家真的都因为游戏。羊肝腿狂，敢换狗敢坏，羊肝腿狂，哇！
跟你很早睡耶，超晚。早上不再是开刀粉了，早上换开维京崛起。好喜欢花花小狗，吃一下应该会长中午班，已经快要变中午班了。还有别只吗？没有，我跟夏恩买的就这一只。哦，抱歉，我在看广告，我在看广告。Royal match. Play now. 我来看看。啊，这广告怎么停住了？没有，现在在其他游戏。我要跟你说，我真的玩这个游戏之后，原本现在其他游戏。现在播了两场吗？没有没有，我现在播了还有半小时。有啊，我一直都有。Royal match, play now. Royal match. 叉叉。按叉叉，最近这种都所用，不是最近，这个最近真的是只有那个维京崛起，最近真的只有维京崛起。对呀，姐姐在我的不足里。
谢谢姐送的红玫瑰。我现在在，我现在在玩其他游戏，等我一下哦。然后我等一下还要发个限动，对，这是我今天的目标。完全不同概念。OK 了。最近要宣传的，对啊，因为刚好要发新单嘛，不是刚好要发新单，是要发新单，然后有游戏要宣传这样子。对，对啊，最近大家就一睁开眼睛就是围巾吧。没错，下礼拜我17号就有 T 恤了。17号是什么时候？明天是16，明天是16。17号是礼拜六啊，演唱会那一天啊，根本不知道是其他哪一天。演唱会那一天，那，哎，那很快耶。没有记得，原来是演唱会那一天。日子够到的，对啊，已经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。真的要反对，好大呀。啊，闭幕式也没看到，我闭幕式没有看到。要摇多久啊？有地震，对啊，很大很大的地震欸。还在摇，超级摇欸。现在也有地震，还好吗？各位，我需要出去避难吗？但是也来不及了呀，那就这样吧。我是不是太……各位，这是我哇！我第一次直播遇到地震欸，这是我地震的日常，就是我地震的时候会长这样子，头有点晕了晕。地震的话也真是头有点晕，习惯了吧？对，冲到门口。小正平跑大正平，对，没错。你反应这么大，小易啊，小易有在收集这方面的素材，是不是？你先关心啊，对妈妈，对，可以说我地震大几率会是被我妈吓到，对，因为她很可怕，她会啊那种。
我就很可怕。现在上下在左右，很可怕。哎，真的超大，我头好晕哦，我真的头好晕哦。我现在真的头很晕，成员遇到地震的反应。哇，我没有素材让他，好像有，我看过一个，然后还有原子组的，对的，原子组直接冲到门口，那个是小易剪的吗？然后还有，我记得有哎，就是没有很明显。应该有人接到。哎，刚以为头晕不好玩，晃不到两秒，没有哎、欸，晃超久的、欸，是真的晃超久的、欸。决定睡回去啊，你在睡觉啊？还是兜粉太乱进去，还是什么？为什么兜粉每次地震都进不去啊？羽苗直播地震那次，哦，真的、啊，原来是大家都在兜粉，我在直播啊，大家来我直播。太淡定，但真的有在晕，然后晕哦。大家我在报平安，我没事，大家还好吗？不用地震就会卡，超卡抖粉，抖粉真的有时候还跑不出来。我就可以刚讲了，好了，没有抖粉很棒。刚直播呢，因为那个通知跑出来，通知了，那个通知跑出来，然后就这样。谁知道每次都这样？结果你直播就是爆，对啊，我直播爆平安哎。不会，我一直被真哭，我知道粉丝被真哭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各位，我手机打掉。就那个台北地下街的看板，大家是都粉，不是手机对，没有个别的。你说王国纪元个人看板吗？没有，所以要分配，又要五个成员上去。粉丝的吗？哦，没有，我觉得这次的确没有。但人家在宜兰啊、哦，很北耶，难怪那么大。对呀、啊，都能，嗯，我们后来有在想到这个问题，我们后来真的想到这个问题。
湾群组，嗯，在报平安，好可爱。到底他们也在报平安，妈妈，妈妈没有消息。我不是边缘人，你说通知吗？欸，但我有通知的，欸，宜兰近海。还是你说没有人报平安？有啊，你在这边报平安，大家可以在我这边报平安。怀念妈妈的美味食物，刚刚没有哦，真的假的？我有通知哎，哦哦，那看来你是边缘，我有通知哎。你也没有哎，我有哎，哎。欸，我难得有收，因为我也很常，很常没收到，欸，我很常没收到，但我这次有收到，欸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为什么？通知有跟没有？确实，因为他通知我们也不能干嘛，说实话，只能看自己是不是边缘人而已。这种感觉很抖。好晕啊。一分钟左右，对，但又不知道有没有打到要跑。对啊，好酷，直接多一个新话题，地震啦！希望大家都平安没事。不知道，因为现在也不知道其他地区的情况，但希望大家都没事。啊，你说很大那是吗？啊，但我也是。早会，那时候我在床上躺着，然后七点嘛，然后躺到就摇晚嘛，然后报平安什么什么，然后躺到八点哦，因为我跟你说我的行李箱飞下来，然后就呜，然后我脚有缩起来，现在没有砸到我的脚。真是太好了，不然我脚应该很痛。对，我的心箱飞下来这样，然后没事之后，我就躺到八点，我就继续睡觉。因为那余震很多啊，然后我就一直压，但我很想睡觉，所以我八点我又重新睡回去了。然后一直到中午吧，我才起床。很
包菜掉下去。哎，我不知道包菜有没有掉下去。现在主管话还没讲完，大家就开始逃走。哎，那很，那蛮好的，就是开早会的时候赶快走。对，四月真的很大。走路小心，张少彤吗？就往台上，就往台上了。你在趁乱，趁乱冲到，那你要表演哦。就结束之后，那换你表演。最后一个礼拜应该就是四月那个礼拜，那个时候真的一直在地震，高楼什么超晃，到现在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我头晕还是真的在晃，我头好晕哦。台上设备很贵啊，你是去扶设备的是不是？欸，我的歌单没有歌了，换个歌单，这个。大家都没，哎，再跳入门的话，那真的会没有感觉。歌在你。外面应该不知道，哎，不知道外面的情况，但希望大家都没事。台下有感觉，我记得有啊，我记得有过公演地啊，对对对，公演地震，对，完全没有感觉。在静海，三十有两场啊啊！三十有两个地震，难怪那么久。我看看。看看有没有什么。我妈传来了，她说地震好大，我好崩溃，我一个人在家，紧张到把毛巾丢进鱼缸。所以我们家的鱼缸很小，这样，然后是要围在周围，就是让它不要洒出来。结果我妈太紧张，把它丢进去。哎，很好笑哎，这个很好笑哎。
得这不是，不是，没有没有，我们家鱼缸没有鱼，就是放风水的那种，所以还好，鱼没事这样。对，鱼没事，没有鱼，没有鱼，对，所以没事，就只是他把毛巾丢进去。哎、欸，他把毛巾丢进去，鱼应该会死的、哦，鱼真的会，鱼很脆弱，他感觉就会死。好好，哎、欸，很好笑哎、欸！那可能叫那叫什么水缸？但那个大鱼缸没有事，真的很好笑哎、欸！他说他太紧张了，然后把毛巾丢进去，很好笑哎、欸。才会的，应该是因为是小的，好好笑，他自己传过来的，我觉得很好笑。5.7啊，他说5.7，那很大哎、欸。哦，新北四级，台北三啊，因为很近，所以很大。嗯，台北三级。我问他有照片吗？他说哪会想到要拍啊，手忙脚乱还要尖叫，捞起来湿哒哒的，赶快在鱼缸上面拧干，就拿去阳台晾起来了。现在鱼缸的水有点浊，周日才刚换水的耶。哎，不是他害的。手忙脚乱还要尖叫，都说我妈跟你说，每一次地震全部都是被我妈吓到的，我妈真的很可怕，她很大，而且她要大嗓门，然后那个尖叫声真的很响，就是很响的那种尖叫声，就哇，真的很大声。然后就会听到乒乒乓乓的声音，就在蹦蹦蹦蹦蹦这种。没有，他不会叫我名字，他会说啊，地震了，地震这样子。然后我视情况看要不要出门这样。那个四月那个，我有打开我的房门，然后看一下外面，哎呦东倒西歪，我就回去了，我就回去睡觉。我在我打开了房门，然后哇，那个就是因为东西又倒嘛，然后就这样看。哦、然后我房间还好，我房间只有行李箱掉下来了，所以还好。是不是有一点早上七点很想睡觉，然后我就回去睡觉了。对，居然还不有点崩溃，你知道，因为所有东西都倒成一团，然后就会。到时候再出来，对 对，睡起来是那种睡起来再说的那种想，因为太早了，真的太七点呢，对，所以是会有那种，睡起来再说好了这样，对，所以我就回去睡觉。上次四月是这样，对啊，反正救不了了，就都倒了。对啊，搞不好还有余震，对啊，就先睡再说，所以我就回去睡觉。哎、欸，我平常地震会长这样，这是一个非常冷静对吧？有余震整理有没有用？等这一波结束之后再整理就好了。我是这样子想的。
包菜就掉了几次。不会啊，跟你说，你第一次没有整理，包菜就会只掉一次。太早整理起来，包菜就会掉越多次。那个小包菜，好像最近都没有比较少在家里吃。有啊，家里的那个柜子我先用起来，因为柜子是全倒，可怕。因为我不是放在上面吗？我直接让它躺着，我直接让它躺在上面，它就不会下来。今天是小狗。康德在家里，小狗，没错，小狗。好的，我今天直播也差不多到这里了，快要开启游戏了，没错，我下播就要开启游戏啦。没错，我们礼拜六见，礼拜六演唱会见啦，大家。我先念排行榜，先念排行榜。第十名是 David K， 第九名是灿烂咖喱，第八名是七，第七名是杨公公，第六名是欧比王，第五名是对维，第四名是吉米中，第三名是综合喵喵，谢谢综合喵喵。第二名是微积分大师，谢谢微积分大师。第一名是黑杰克，谢谢黑杰克。刚刚很摇吗？超级摇，刚刚摇一直摇，我到现在摇到头很晕。刚好下班哇，原来是五点半下班，那大家五周年见啦，拜拜。围巾崛起线上见，围五周年线上见 ，OK， 拜拜。演唱会见，拜拜。拜拜拜，照片见，拜拜。还有三十秒，大家拜拜。整理一下东西。游戏见，没错，游戏见。